上这舞台，穿越过城市霓虹里边界之外，时间流逝飞快，悲欢与成败，在这世间的某处曾经真实存在。第一道阳光穿过夜的阻挡，向我最最挚爱的梦想交出形状，无论荣耀沉寂，心有了方向，像一道阳光在夜空怒放，不再心的印着迷茫的跌跌撞撞，无论怎样都该放手勇敢闯。说好的自由活动呢？这简直是自由搏击啊！我才是要了命了吧？莫名其妙被拉出去逛了半天。都怪伍佰，我要向他要精神损失费。帮我也要去。队长，我要精神损失费。他回了个句号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拒绝了。你可真能联想。我要报工伤。我也要。你们下午不是和 SP 有约吗？还有空骚扰我？哎，对呀，咱们下午不是跟 SP 有约吗？现在几点？哟，是赵云吗？对啊，在这儿。嗯。终于来了，等你们好久了。比赛赢不了，约我们来射击啊！哎，伍佰跟沈哲呢？他们俩行程太满了，别管他们了，咱们先来一局啊！啊，你们谁玩这个厉害啊？我呀。你？你小屁孩会玩枪吗？我都成年了，我现在教过我，不信咱们来一局。行吧。还有谁？神枪手在这儿呢，小米上。你们先打，我先围观一局。那也行，那我来，我来。咱俩来。咱俩一起来。行，来。43-40。40-40。你们这 SP 年轻的也不行啊，要不然换老将上吧。什么不行啊？可能是枪的问题。行，还是机器人好玩。别嘚瑟啊！来，小米上，教训他们。对，小米哥解决他们。快！先换头，小米哥，快给你。来吧，见识一下神枪手的威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一紧张就手抖。
43、45。小米哥，总共加起来不到30啊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你算错了呀？没有。小米哥，你这个当年的神枪手今天是怎么了？不会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喝多了吧？你们 SP 新的一辈也不行，老的一辈也输，不是故意让着我们的吧？哎，刚才是手伸，还没热身呢，再来一局。来呗。喂，领队，我们还在设计馆呢。哦，行，那我跟他们说一声。领队说了，他有事先回去了。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在酒店大堂集合，一起回上海。行。哎，那正好，趁着有时间，也别说我们刚才欺负你们，刚才那不算，重新开始好吧？你说的啊，小米，好好打啊。太阳，你们先打，我去趟洗手间。那你们谁来？我们来。我也去。哎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我去洗把脸。真没事？我真没事。你好，你们是话剧社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你找谁？艾静，她在吗？艾静没看见，她可能出去了吧。行，谢谢。喜欢这个味道，一样的，不欠你了。速干水还有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款饮料刚卖完了。谢谢啊。多久没见了？现在你快乐不快乐？别想我，依旧辗转反侧。当时的故事，你是忘了，我是记得。有没有找到对的选择？让回忆夜夜陪我唱歌。当失眠不肯握手言和，当孤单变成了新的，在那深不可测，过得越久我
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很担心。你们的担心我明白，但我要强调一点，在竞技场上没有常胜将军，芝加哥的一次失利，并不能代表 SP 中国出现了任何问题。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亚军对于各位而言变得一文不值了。王，我们不是在追责，只是表达我们的担忧。相信你也看到了 KK 的综合积分。 已经快要赶超 SP 了。команде SP была поставлена задача на этот год занять первое место, но они заняли только второе место, и это никак не вяжется с нашими планами. Я все еще надеюсь, что на следующем совещании вы покажете реальные планы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ю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задач. Так что давайте, ребята, включайтесь в работу. 没问题，下周会给各位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。嗯，下一次见。 一周的时间，来得及吗？我想想。好，你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吧，我先走了。这就是我们 SP 第一战队的所有成员。 欢迎你们回家 ，SP， 加油！他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像休息的吗？ 我不小心扭了一下，哎，没事儿。我三十岁人了，天天那么不小心，注意点儿啊。哎，嗯，今天几点开始的？6点就开始了。我还是得去跟孟浩聊一聊，我们得帮帮小米。嗯，其实昨天晚上我跟小米聊过了。你们俩？嗯。他怎么说？ 我们俩先聊了一些共同经历，然后他说，他还想和兄弟们再拼一把。他能这么想，那太好了。
是啊，给他时间，他会回来的。喂，你昨晚通宵了？哦，没事。因为小米的事吧。这是总部刚刚发过来的调令，他们认为小米不适合待在一队，要调他去二队做队长。看一下吧。昨天例会不是说好给他一周时间调整吗？可是他们早上刚刚看了最近的训练报告。这个就是我想跟你说的，小米最近的状态确实是不理想。他可能是刚刚从芝加哥回来，需要一段时间好好调整一下。但是你也不能保证他能在一个礼拜之内调整好。你想说什么？不如调他去二队，他也好调整一下。你是做过选手的，你知道换下去对他意味着什么吗？就因为我曾经做过选手，所以我才知道一个人的状态对战队意味着什么。但我相信他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小米。他一定可以调整过来。我知道你组战队的初衷是为了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，可如果牺牲战队，我觉得这不是兄弟们希望看到的。下一个季度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希望你能快点下这个决定。姐，老大也在。老大，我这里有一份小米的训练计划，想跟你汇报一下。哦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也有关于小米的事儿，跟大家讨论一下。哎，是吗？那正好可以一起讨论啊。是啊。考虑到小米最近的状态，俱乐部决定把他调到二队做队长。你说什么？一场比赛不理想就要调到二队？老衲，我想知道原因。大家这段时间的辛苦，你都知道的。是，我知道。可是这个圈子你也清楚，不是谁辛苦谁就能赢下比赛。而且小米不是这一场比赛表现不理想，以他最近的状态，即使他正常发挥，也不过是中上游的水平。你们让他怎么代表 SP 参加接下来的比赛？你给他点时间，小米可以的。可 SP 没有时间。上海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，SP 冒不起这个险。可是你突然从二队提拔人员上来，一样是冒险。但至少有一线生机。这生机小米同样可以给你。可失败了呢？谁来负责？我来负责。如果说小米上海赛不理想，我会引咎辞职。我也负责。不是，你们这是道德绑架。王娜，这不是道德绑架，临阵换将是大忌。你也不想没开赛之前，大家就都人心惶惶的吧？王娜，总部的调令把我压下去，上海赛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我们全力以赴再拼一次，好吗？是啊，王娜。我们再拼一把。就是。好，那就一起再拼一次。你来了，小米，我做了一份你的训练计划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试试看啊。行啊。嚯，还有模拟，怎么了？
哎，你有点不太高兴了，是不是宝娜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。我猜是要把我调到二队了。小米，其实……哎，你不用说了。高高，我们五个当年是最好的兄弟，你们在想什么，我心里都明白。事情还没有最终决定，我们要一起努力啊，小米。我是 solo 战队的人，不会给你们丢人的。这份训练计划就交给我，我全力配合。我可以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咱们也打了好几次比赛了，但是从比赛中我发现了很多问题。咱们战队都成立了几个月了，配合度远远都不如 SP 的队员，尤其是某些队员，不要太突出性格，更不要被对方带了节奏。怎么了？最近好多人感冒，而且前天不是跟 SP 他们一起开会吗？中标了两个，所以各位喝点感冒灵预防一下。谢谢领队，谢谢领队。晚上一起吃饭。哎，那 SP 的领队没事吧？你说爱情啊？啊，他没事。我前天还看到他给王浩还有其他队员送药呢。接着开会吧。小白，今天我要加班。你说说你们，一天天不好好训练，一会儿家训一场有没有问题？啊？没问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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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去练呀！我是吧，队长？去啊！来真的。吃醋了吧？你脑袋里怎么总是谈恋爱这点事儿呢？了解你呗。没有啊，我在想战术。我跟你说啊，吃醋是一门必修课，让女孩适当知道你为她吃醋了，她会开心的，这也叫战术呀。谈恋爱能不能少点套路？迂腐，这叫情趣，你懂吗？哎，那天跟爱情出去玩怎么样？对，那天你那个比赛你打得太激进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比赛比赛，你一天到晚都是比赛，你能不能别说比赛了？训练时间，把你脑袋里的情情爱爱都给我丢掉。那你是不是该先做个表率啊？干嘛？训练。喂，不要像个死狗一样好吧，喝点水。谢了。这什么？哇，你跟周一藏挺深啊！哇，你还笑？这出事儿了！这什么大话，我非得举报他们不可！我这是要火的节奏。九七，快来训练。滑梯，帮小米升级机甲的任务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明白，还有我们的，放心吧，狗狗。Thank you.
宋一，嗯，干嘛呢？补充能量。等会儿再补充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咱们俩开个直播呗。为什么呀？粉丝不是给咱组了个酒吧组合吗？酒吧组合？九七加万，酒吧吗？哦，酒吧，酒吧组合，有什么用啊？组合嘛，粉丝最多的就是组合，粉丝多了，人气是不是就高啊？那人气一高，购买力是不是就上去了？懂不懂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帮我妈卖菜啊？卖菜？我们可以做很多可爱的机器人来卖，为什么要卖菜呢？卖菜怎么了？我家菜都是有机蔬菜，纯天然无污染，都是最有格调的菜，好吧？我没有说你们家菜没有格调，卖点别的行不行嘛？我不想卖别的，我就要卖菜。哎，接不接受吧？行，接受。真的要卖菜吗？无聊，他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我问你话呢。没礼貌。下班了吗？我刚刚到家。事情还没有解决，况且见面约会也会耽误伍佰训练。那明天我来接你下班。就算是助农也不用拿这么多吧。哎，我跟我妈说了，她特别开心，让我帮王伯伯卖菜，全都拿了。你差不多得了，我可不要变成购物主播。哎，放心放心，来吧，我准备好了，来。你确定啊？确定确定，放心吧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哎，你也有你也有。我不要我不要。来吧，拿。你确定啊？放心放心，来。哎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来到我和周一的直播间啊！我们是九八组合。哎，那个今天这个直播呢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那个粉丝人数突破10万，所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打在屏幕上啊，我会挑选来回答。哎，已经有第一个问题了，我们看一下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和周一平时都喜欢做什么？
做什么？我的话呢，平时喜欢滑滑轮滑呀，滑雪呀，打打游戏什么的。至于周一嘛，他我呢，我喜欢做饭，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做饭，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今天的这个，老周农场，就我家自己的农场。那今天呢，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蔬菜，还有水果，你看这大白菜，还这南瓜都特别好，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老周农场，老周农场啊。他今天比较兴奋啊，那个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，我家自己种的大西瓜特别好，特别大，你听这声，是不是特别熟？他这个就用它榨个水果汁什么可太好了，我去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啊。那个他今天比较兴奋啊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大家不要介意啊。我看别的问题啊。啊，有人说那个九七今天的衣服好帅啊，是沈哲给买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平时都是我带他去买衣服的，我不发话他吧根本就不敢买，你知道吧？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呢，就是刚才那个西瓜切出来以后的样子，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红，我帮你们拆掉，老师我帮你们拆一下。还是我的这个衣服呢，平时还是沈哲。哇，太牛了，我这各位就认尝一下。我不吃，我跟你讲，吃给我。哇，这是沈哲的衣服，你知道吗？沈哲的衣服，我好不容易先买这种款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办。哎，越来越多了，你别这么搞。哇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处理一下。那个老周农场啊，大家，哎这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搞成这样？这，啊？你不是说你妈能搞定吗？那是，这洗不干净吗？我妈以为是我的衣服，就搞了个这个。其实还挺好看的，还挺搭的啊。你是觉得我们死的还不够快吗，兄弟？这，你俩嘀咕什么呀？嗯，没什么。这不我衣服吗？洗完就给我吧。啊，这个我一会儿放你房间里吧，还没洗呢。那行，我自己洗吧。哦，我一会儿洗干净送你房间里，好不好？行了，给我吧，我自己洗。那个，别，他这。刘星，什么情况？这个好看吗？真的不是我弄的。这是限量版，你知道吗？跟我没关系啊。跟你没关系，跟谁有关系？解释清楚就切。不是，他是个意外。搞什么你？意外？谁意外？不是你搞的？不是我，真的跟我没关系。不是你，还有别人呢。队长，救我！啊，我有正事，没空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带我一起。你还是哪儿也别去的好。不是，这个真跟我没关系。发了，他这个本来是我能弄好的，他这不是我做的。妈，你弄成这样，他不是我，不是我做。别！九七，还有比赛。九七啊！你也参与了是不是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今天状态不错，再陪我练两圈。耶！哦，小白，今天工作还没有结束，可能要晚一点点见。郝小姐，哎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骑士队主力刚刚宣布退役，他的机甲设计图已经公布到网上了。在我看来，到目前为止，他的机甲是跟你的最类似的。太好了，现在马上就要让所有队员到会议室来开会，快点啊！走吧，走啊！这个是街心公园冰淇淋店的春季限定新口味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没兴趣，一个冰淇淋而已啊！这是榛果拿铁味的，超级好吃。那我们试试吧，走。
来了。华清说找到小米机甲升级的参考设计图了。嗯。上海赛马上开始了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得试试。行，我来帮忙。那不行啊，你还得忙兽王的芯片升级呢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啊？狗狗，小米是我兄弟，也是你兄弟，怎么，只能你帮忙，不能我尽力啊？好好好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要通宵达旦了啊。没问题，小意思。兄弟，你给我打住啊，别老跟我来戏来戏去那套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讨论一下，赶紧把那个升级方案定下来。OK。你看，先初步整理好这个东西，跟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没问题。对对对。你好，老板，一个春季限定的榛果拿铁冰淇淋，15块。好，这边放。老板，一根春季限定口味。好的，老板。榛果拿铁不应该是冬季限定吗？天天被顾客吐槽这个点，所以明天呀，这个口味就不卖了。我们可是限时限量销售的哦。哦。来，您的冰淇淋，拿好。慢走。我在街心公园等你。重逢是意外的收获，有好多话对你说，一开口却忘记了。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那一首熟悉的歌，它唱得多像你和我。我的福利家，你能听见吗？老板，再来一个。这颗心一直跳动着，为你，是你，最好的我都想给你，不好的留给我自己。明天你会愿意吗？老板，我再来一个。一转身擦肩又错过，有太多话还没说，你是得罪最好的。再买一个。来，小伙子，你的榛果拿铁冰淇淋，今天的第四个了。小伙子，毕竟是冷的东西，再爱吃也少吃点儿。Bye.
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动。我并不需要你看到是衰竭的隧道，淹没在人海，有个青涩的男孩等你走上这舞台，看着你的侧脸，转弯一个誓言，有一天我也要让你期待。也许你会惊讶，也许你不说话，没关系，我在，我明白，直到夜的尽头，直到无人守候，我想你知道我会在，不放手。征服一片纯白，无边梦海，四散零落着的孤单，默默忍耐，直到我登上冠军领奖台，金牌一定要留给你来戴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